嗨，我们到古北水镇了。我们这次选择前一晚预约顺风车，然后到达这边，因为我们有四个人。如果去东直门那些车站搭接驳车的话，其实价钱也差不多，所以我们最后选择时间比较充裕的方式。这里的门票其实有点贵，要140块，是我来到这边付过最贵的门票钱。重点是还不能买学生票。然后这边很多人都会来这边住2天一夜，然后泡温泉。可是我们今天呢，就是来一天，晚上就走喽。这里吗？那我们去拜一拜吧。哇，有内涵的烧饼不怕熟。我啥意思？他这里写的。哦，靠腰啊！我以为是你自己讲的。你知道我？我擦呀！哎，他大饼跟你的点差不多哎，好吃吗？是，里面包什么？酸菜。哦，是哦，梅菜是不是酸梅菜？你跟人家今年捏成那样，梅干菜，好吃。哇，里面好多梅干菜哦，明明就还好。寄一封给你们，偷偷的，但是我现在知道了、欸。其实这边因为平日来人还蛮少的，然后他就是走走，有一些景点跟一些店。然后你可以进去逛逛，还蛮有感觉的一个地方，很清幽哎，喜欢喜欢。台式料理耶，
这阿珍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根本就是葱油饼加的辣。后面超漂亮的，拍那里，拍那后面。谁敢？上来，哇，值得啦，好漂亮哦！但是影片拍不太出来，怎么会这样？远远那边就是长城，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上去。你看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楼梯很累耶，哇，要死了！终于爬上来了，山顶教堂，看。欢迎这对新人，来，走。祝福你们永浴爱河，早日离婚。馄饨，这边还可以泡脚哎，在这边很多人都会来这边两天一夜泡温泉。好漂亮哦！我们又走上来这个教堂，
要去看夜景，远远那个都是长城哦，超漂亮的，倒影哎。晚上再爬一次，超级累，我感觉。去往上，加油！酒吧哎、欸，如果能在这边喝酒也是不错，可惜我要回家了。你们以为这都是假的吗？其实这是真的。哎、欸，好像假的哦，围城。然后现在还距离一个小时吧，等一下，到时候还能到处逛逛。谢谢。